我是能杰，我是康奇，你在收听的是财经制作的《开门见商》。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企业是 ZACCT。嗯，其实这家企业它是做 reward app 的。然后我们刚才我跟 Isaac 有聊了一下，我们对 reward app 好陌生哦。是，我们很像在购物的时候，就是那种看到价钱是多少，我们就直接下单，对，不会去看 discount，永远都在心头滴血。对，然后也不会去看 reward。其实如果是真的会去注意这方面的资讯的话。嗯嗯 可能会自己对在购物的过程当中，可能可以节省，或者说可以在当中得到一些乐趣、哎。是，而且我后来就因为这家公司，我有去浏览一下他们的官网，其实我才惊讶的发现，Reward App 它除了有你刚才讲的那些福利，它甚至做到已经，你可以在上面付你的水电网，还有。 通讯的这种账单，OK，就是已经不只是购物，哦、对，嗯、除了购物还有其他的这种这样子的功能。嗯，ZCT 在二零二一年九月份的时候上线嘛，是，然后在一年的时间之内呢，他们就已经有了百万的注册用户，这怎么做到的？的这很惊人呢、欸。我觉得我看他们的官网的时候，有一个最吸引我的地方，就是我们通常哦要用 Reward App，你要从别人那里拿好处，你首先就要付出一些东西。 对吗？嗯、所以我们可能用其他的 A P P，它可能就会指定说，哎，你是不是要先存一笔钱进去？但是在 City 是不用的、嗯嗯、哦，啊，它不用有这种 credit，、哦、<后>它不是用这样的机制的，对是。然后还有就是，他们是不用你一定得要绑定你的银行卡，嗯哼，你用 and Go，用 Grab eWallet，OK，、哦、算是一个顺应趋势的便利嘛。是，他们也跟 i p a d A T A 来合作啊。那么、嗯嗯、如果大家要多点认识 i p a d A T A 的话，其实我们在科技三 P 的单元当中。 中也有访问他们的这个创办人是。那么其实刚刚有提到说，在 ZCT 的这个服务的范畴里面，包括了这个水电、嗯、还有电信，甚至是这个卫星的订阅服务都包含在里面的时候，<对>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企业的决策跟思维呢？嗯、我们今天要马上请出 ZCT 的张忠成 Sam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。Hello，你好。 哎、hey,，Hello，你好，艾生你好，你们好。首先，我觉得第一题我们要来问的就是帮我们自己问，也帮不明白的人问，到底 Reward App 是做什么的？具体有什么样的功能呢？OK，呃，我们首先说 Reward App，我们直接简单的一点说，今天我们购买一个产品或者一个服务，那么手头上你需要有一些折扣。 那么我们以前说最传统的就是双方面达成协议得得到折扣嘛，对不对？那么在这 CD 呢，我们采用最简单的，只要你有我们的 Z coin，就是所谓的 reward 的分数，在你 check out payment 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直接根据你分数给你折扣。嗯哼，你不需要跟我们讨价还价，反正系统会自动算。比如说这个账单是十块，你的 reward 可以得到一块，那么你只需要付九块，就是那么的直接简单。 OK，啊，所以当初是怎么样子想到用这么直接简单的方式来回馈消费者？是是因为看到其实其他的 reward 可能有一点点太复杂，还是怎么样？其实这个比较在于是因为我在从事这个 retail 的 business 有超过十多年以上的经验。那么在以前呢，我们说从事 retail 的 business，你要做任何的推广、任何的优惠，或者是你要怎样留住顾客，你都是很传统。 你需要印传单，你需要用个布子去记录。那么我发觉呢，其实科技越来越进步跟发达。首先要了解到底用户要的是什么，怎么样的体验。所以我们就由这一个概念，我开始就创办了 Z a City。那么我们怎直接来讲？每个用户呢，你能够给到他折扣，他就是最开心的。嗯，而且你不需要他需要操作很多很多步骤才拿到折扣。那么我就最简单的，只要你有我的 Z a Coin。 只要你我的 reward，我就直接在你 check out 还钱的时候直接给你折扣，嗯，那么用户就比较直接，更能够体验，更能够接受比较高，嗯，呃，Sam，因为其实我们虽然不懂 reward app 是怎样的一个具体的功能，可是其实我也听过有一个类似的 app 叫做 Shopback，嗯，那除了更加的直接有 Z coin，你们其实有什么样的功能让你们跟 Shopback 区隔开来呢？呃，其实我们是。 比较相似，不过因为 reward 的 apps 呢，很多都在市场上你都找得到。我们可以讲相似，可是不完全。那么我们首先来跟 Shoppe 来讨论一下，好不好？嗯、那么 Shoppe 呢，它比较在意的是 iFlip program，就是你通过它进入别一个 platform 去购买东西，嗯、买完了过后，你会得到的是叫 cash back。那么 cash back 就是说你的产品送到你家了，全部东西都已经完成了过后，可能你就会得到的 cash back。 可能会在于七天过后，或者是十天过后。嗯哼。当然，你在购买过程中，你一样能够得到它的 reward。OK。那么在 Zack C D 这一边呢，我们就不需要这么麻烦。OK。只要你 reward point，你现在就立刻折扣。我们不需要等到七天或者十天，我们就是采用了顾客最容易接受的，就是直接简单。OK。因为市场太多 apps 了。嗯哼。你要能够快速的融入跟进入每个用户的心中。 你觉得它最简单的？OK，、嗯、这就是我们在 CD 的呃、uh, reward。OK 啊，简单就是王道。是，对，<为>就像我们之前我们其实有在讨论，到底谁会用 reward app？好麻烦，因为有太多的 APP，、嗯、你要轮流的跳转。呀，特别像你我这样子比较怕麻烦的人呢、哦，<是>可能在用使用起来，如果太多的门槛的话，嗯、你就在使用上面会比较抗拒一些些啊、哦。那其实这样子听下来，很像都是消费者。 透过这一些的平台去获得好处，不管是折扣也好，或者是 reward 也好，或者是折扣也好，对，嗯，那么请问你们的平台又怎么样子盈利呢？我们说，在这个 reward 的平台呢，盈利呢，基本上刚开始是没有可能的，嗯、因为你需要很多 marketing 的 f u n 你需要给很多 reward，给很多好处用户，先开始先让用户注册进来体验，在这个阶段呢，肯定盈利是没有的，如果有盈利。 就不可能达到你要的效果，嗯，因为有盈利，基本上顾客就会比三个、比四个 platform、嗯、来去 compare 你的价格。反正我们觉得呢，最重要的是今天盈利我们可以不要，可是我们一定要让用户有这一个粘性，我们叫 user stickiness、嗯。OK，因为在我们的 j u、e、s t i t 的 apps，我们不会要你每天购物才能够得到折扣，反而。 如果今天每个月你都需要用一次，就比如说我们每个月的账单，嗯，我还不到你的水单，那么我可以提供给你还你的电话单，嗯，你电话单还不到，我就让你去还，可能你的 Internet 的账单，嗯、再不然我就让你还，可能你是 a s s e s s m a n k MPSJ 的账单，你都能够在我这边填，嗯、因为这么呢？只要你还，你有的折扣，你就会继续用它，嗯啊，再加上呢，我们的定位很重要，因为一个 Apps 呢。 定位就是决定你接下来每一个策略以及步骤。我们的定位，我们称华为 reward from reward，就是 double reward。OK，简单来说呢，今天你第一个 reward 是 f r 我在 C D，当你要还钱的时候，就很像刚才你们所说的，我不需要客户充值，你喜欢选你 p r e f e r 的你心目中的一 W 的来还钱，在拿第二次的 reward，嗯，所以你就得到两个 reward 在我这边。嗯嗯 OK，yeah, 我这边要追加一个问题啊、哦。如果说盈利不是你们的这个最终的目标的话，但是公司要生存下去，嗯、要怎样子 sustain？所以你这个背后的思考是什么？你们现在是要用户的数据吗？还是说有怎么样子的一个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式呢？当然，一个企业你的盈利肯定是非常的重要，所以我们是有一个布局的。那么简单来说呢，因为我们是一个 IT company。 我们是从事超过十年的 ID company，那么今年呢，我们也已经策划筹备要去纳斯达克美国第一版上市。那么在上市之前呢，oh, <okay. S 1> 我们就必须要拥有大量的用户的一些活跃的用户在我们的 apps 里面，嗯，甚至在里面有进行交易、有购买，甚至我们刚才所说的用户粘性要达到很高，嗯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有这一个上市的概念过后。 那么我们有了用户，有了数据，我们就要开始应用不同的商业模式去制造其他的盈利。因为一个用户呢，如果今天他愿意留在你的 App s 里面做超过两次以上的一些消费，基本上第三次你就可以慢慢从那边得到盈利了。OK 啊，了解。 刚才 Sam 一直有在提到的，就是 stickiness，、嗯、所以这里要随堂考一下，嗯、因为我们知道你一刚开始就有达到一百万的这种 registration，嗯，那其实是很亮眼的成绩。<对>问题就是现在的 monthly active users，嗯，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数据可以跟我们分享？就是每月活跃用户。对，对对嗯、我们的每个月活跃用户是达到二十万以上，两百千以上。哦，两百千。 那也很高诶，那粘黏度的部分其实也算是蛮高的吗？是，对我们来说是蛮高了。嗯，那么也是因为我们敢于尝试。我们除了定位，就是接下来要谈的是策略。OK，我自己个人认为，要留住一个用户，甚至让用户继续消费，你就必须要有一个我们所说的 key matrix。嗯哼。怎样开始 onboard？怎样启动 activation？怎样让你继续消费？就是 retention。 再来，有 retention 后，你自然而然公司就会有 revenue。有了 revenue 后，一定要做裂变，就是 refer r 嗯哼。所以我们每一个 campaign 都包含了这一些 key metrics。嗯。我们就会由启动到裂变，都让每个用户可以介绍，很自然、很开心介绍他的家人朋友一起使用。嗯、<哼>因为你介绍的越多，你能够得到的 reward 更大。 OK 啊，嗯，了解。刚刚其实 Sam，你有提到说未来想要去纳斯达克上市啊。嗯、对。那马来西亚这样子一个三千万人口的市场，嗯、其实足以支撑你去上市的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吗？呃，首先说说的三千万人口呢，其实如果要在纳斯达克上市，它本身比较重要的就是你现在拥有的数据市值多少。你除了拥有每个用户的数据。 那么我们也有很多考量，嗯，就比如说一个用户平均每个月在你这边消费多少钱的一些市值，嗯，再加上我们也是有很长的 planning，就是计划。除了马来西亚过后，我们也是要去到其他附近的邻国，比如说印度尼西亚、嗯、OK 啊、菲律宾，甚至日本，嗯哼。那么在上市整个过程之中，当然这些也是会我们在我们的规划之中。可是要去其他地方要上市，嗯、首先必须将马来西亚的基础先打好。 OK，先打好，有了这一个 strategy，有了这一个 business model，那么我们再来复制到其他的国家。OK，啊，了解。嗯，哎，可是 Sam，你刚才讲你有十年的这个 retail 的经验，嗯、你是做零售业的，对，然后现在做 IT，、嗯、那。 I T 有很多可以做的生意，嗯、那为什么偏偏是 Reward App？就是这个一开始你不一定能够盈利的。哇这个时候要话说重头了，这个这个真的是呃，像你说话说重头。其实 I T 有分很多种，是。嗯、那么我们的 I T 的领域的就开始先由卖电脑 （desktop、laptop），过后到进去就是 Corporate 生意，就是 Server。 到现在，我们就已经有自己的团队是做 research and design，、嗯、比如说在 programmer，在 web mobile apps。嗯哼。那么这家公司有了这一个基础，而我本身在 retail 有超过十年，我很清楚市场已经开始在变化了。要变化，你就必须要突破；要突破，你就一定需要很庞大的 IT 技术去支撑你每一个动作。所以，我们有了这一些所有的因素加在一起。 再加上整个团队运作非常重要，嗯，有了团队运作，有了技术，有了一个好的生意模式，最挑战的就是你开始要上线了，嗯，继续每个月你到底有什么样的活动，你有什么样的 marketing 的策略，通过什么渠道而达到你要的 brand awareness，嗯哼，让更多人认识你、用你、download，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每一个步骤都细心的去考虑。嗯嗯 当然，考虑过后我们就实现它。我很好奇啊，Sam，你会怎么样子定义自己是一个怎么样子的老板？你是比较属于是那种技术派的，很专业在这些的技术门槛上面，还有技术如何增加用户的粘性啊，还有公司的发展，还是你是那种所谓比较经营派的老板？嗯、呃，如果我自己评估我自己啦，嗯，我应该说是全面。 OK，我们说反正今天技术也要，经营也要，对，因为你不能够不了解其中一个部门的运作。<Okay. S 2> 你可以不用精通他所有东西，不过你一定要了解他的运作。嗯，所以每一个事情、嗯、每个决策、每个决定，我们首先都要考核所有的风险风控、风险把控 reassessment。嗯哼，嗯哼那么这些步骤其实做了过后，到最后还是真正你要做的决定就是要大胆。 OK，嗯，<是>因为再好的计划，再好的 planning，如果你没有自己或者是一个团队去 execute，其实也是纸上谈兵。了解，你应该比较是从技术出身的。 一个人可以这么说吗？啊、不是，不哦，不是啊、哦，并不是哦。Oh, OK，、嗯、所以就是在做起经营来说，对你来说也不算是一个新的事情，新鲜的事情。呃，或者这样子分享啊，我是从建筑行业开始，Quantity、嗯、Surveyor，OK、oh, OK，Quantity、okay, um, okay. okay. Surveyor，过后就进入到 Retail 的一个 Industry，OK，、okay. 从事呃，就比如说 Trading for g a g e r Digital Product，嗯，OK，那么过后再进入 IT 这一边。 Oh, 那么进入 IT 并不是说我去写 program，不是我去做一些程序的东西，嗯、而是将一个 business 用 IT 套在一起，嗯，让每个人简单的使用一家电话就能够处理完一样的，嗯，啊，这个就是我们在整个过程之中一直在成长，一直在吸收新的以及好的一些经验，<Okay. S 2> 然后在 and 和加强自己现在所拥有的，这个才是很重要，嗯、当然团队也是很重要，嗯嗯嗯。嗯 你刚才有提到，就是整个团队他们 execute 的层面才是最重要的。嗯，然后除了就是这个 reward app 以外，其实你们当然还有刚才有提到有要到纳斯达克上市。嗯啊、嗯呃，那你们有没有其他的？比如讲要 expand 你的 platform？呃，有，肯定是有。所以说呢，在 ZCITY 里面呢，其实我们是一个线上线下 e-commerce platform。嗯，那么 e-commerce 呢，你要拥有这一套工具啊。 我们就有称法一个叫 traffic pool。嗯，我线上的用户使用了我的 e w a l h e r 的 service，building m a n m n s e r v i c e j a c k store marketplace service。嗯，将这,这些数据，我就有办法将它 convert 去线下。嗯，那么我线下也有自己的生意模式。嗯，就比如说在今年我们会推出一个叫 t a y 的一个 program。简单来讲，它就是一个饮食 F&B management system。OK、嗯。每一个饮食行业你要转型去电子商业，嗯、你可以通过 t a s 我们给你一套管理模式，那管理模式包括你需要的 POS t system，你需要的 food delivery system，kitchen system，IOT，甚至一些更加多的 analysis。嗯，因为数据我们要会运用线上线下做转换。嗯哼，以前不是，以前是说线上就线上，线下就线下。嗯，反而如果你可以转换的话，到最后用户要得到的就是一个好的东西。Okay, 只要我用你的 app。s 我永远有的折扣，那个就是他想要的东西。那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，因为 Reward App 它本身是 B to C 嘛，就是你是对用户。嗯。嗯那你这个 p a y s i p 的话，它就是 B to B 的形式了，对吗？因为你对的是 F M B 的 Owner、啊。对。啊、呃，我们对的 F M B Owner <对>。嗯。可是我们那套系统，其实真正除了针对解决,决商家的痛点之外，嗯，我们更大的就是让每个消费者。 成为一个 smart user，嗯哼，因为你现在不需要去到餐馆扫码、嗯、才来点餐，甚至在家出门之前，你可以通用我的 app s 开始进行点餐跟 booking o k 啊，那么在 app s 你也可以直接还钱去享受这个 reward，嗯<哼>啊，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今年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投资跟开发，就是在这一个。 F&B management system，OK，<Okay. S 1>、嗯、我觉得其实我们再回来讲，就是你们在用户的粘连度上面做的一些的努力，嗯、包括我们在刚刚就有提到说，可以用你们的平台来支付水电费等等的啊，嗯、这是非常高招的，是，但是。 水电费、电信费，就是要去跟很多的公家部门去打交道，<对>然后跟他们达成协议。在这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即使跟公家部门打交道难吗？然后你们用什么方式让他们去信任你们，让你们成为一个 payment gateway？其实也未必要每一家去找的。OK、嗯。那么在这一个科技这么发达的，他就有一些就是一些 agent。 嗯，他已经拥有了这所有的我们叫 service provider 的 API，就是它的连接 okay, 接口。嗯，只要我跟这个 agent 达成协议，我们就把接口打通啊。只要一打通了，啊、所以说呢，一开始我们提供的 b UPE a y m n t 的这一个 service provider 的服务，一开始只有十家，现在去到二十五家，嗯、接下来多三个，我们会去到五十五家。OK，我们就会预留、嗯。 因为有些他可能不是水电费，他需要，可能他需要还一些门牌税啊，嗯，他需要还息啊，比如说那个，可能还有,还有、啊、我的，看到啊，嗯啊，所以只要我们有这一个功能在里面，自然而然我就有办法让用户留着在我这一边啊，OK，、嗯、所以我觉得你们已经不单单是在做 Reward App 了，是、啊、Reward <laughs> 是一个引流，OK，Reward <Okay, S 1>、嗯、是一个让你。 会先进来看一看它到底是什么，嗯，最后你的 App 可以提供给他什么服务也是非常非常 OK，嗯，所以一一定要一直不断的去做一些 destructive，嗯，或者是我们讲创新啊，嗯，不应该说破坏性，应该是创新性的东西，哎、就是让。 平台它的功能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强大。嗯嗯、那当我们讲到这个功能越来越多的时候，嗯、我们就联想到了现在我们大家很多人在讲的 super apps，, super apps 嗯，就像 a s i a 这样子，<对>这个也是你们未来的一个方向规划吗？对对，super app 的定位太大了。OK，、嗯、可是我们怎样都好，因为我们都有自己的规划那条路线。嗯嗯<哼>嗯，我们一定会提供我们的服务，是可以跟我们现在是有一个共识的。 就比如说，<Okay. S 1> 今天在在 C D 里面，可能你说要做 View, <noise> Digital View，Digital View 是线上的语组，<noise> 我们也有这 <noise> 这一个潜能，呃，我们所说的一些 Partner，嗯哼，<noise> 可是我们就觉得，诶，这个跟我们的 Reward，跟我们现在 Business 模的有一点不一样，不同不同，不同 <noise> 可能我们就不会去让它对接进来，OK，<noise> 因为我们会考虑的是全面。像样该所说的一个 Super App 其实它的定位是非常广，反而对我们来讲，我们自己要做心目中的 Super App 是什么呢？只要我的 j c k t 你每个月都会用到一次，因为我可以 meet 到你的 requirement，嗯，这就是我自己的 super app。OK，嗯，有所为有所不为了，是对。super 是说它的状态，它的 status 是要要发展，但是也要思考说这个新的业务有没有契合，对，跟我的企业还有我的初衷到底有没有契合？而且 super 你未必要用到，嗯嗯，所以很多都希望拥有自己的 super。app。反正我觉得公司的定位发展。 它就会让你成为 super app 嗯。嗯，OK，了解。你刚才其实，在讲呃、uh, ZCD 还有 p a s s i v 的时候，还、嗯、有提到一个 Z Store Marketplace。Market place, 对，那是一个你们自己的电商平台吗？对，对，我们说 Z Store 它就是我们接下来的 Marketplace。Place, 嗯、OK，那么在 Marketplace 这边呢，最主要的发展呢，我们就比较偏向是实物，实物，嗯、因为 Marketplace 也是非常广。OK，你可以卖电器，你可以卖任何的产品。 不过我们就不会这么大的去投资在这一边，反而我们要做精准。OK，、嗯、因为我们的客户群，我们有卖特别的比较好的一些食物，frozen food 啊，或者是我们有一些 c o u n t o u d e a l 啊，嗯、我们甚至一些打包。打包的 strategy 就是说呢，我不是叫你通过我去打包，嗯，反而你是在 KL，如果今天必念的阿萨拉萨是出名的，你吃不到，你通过我，因为我们会有 group b y 当天就会有、嗯、就会有 logistic。 就会有我们的车手队去跑这一个、嗯、，OK 啊，所以因为我们也蛮多美食在其他的地方，嗯嗯，嗯你看到吃不到是，反而它是一个机密，是一个商机，嗯，只要你的系统可以精准的，你今天下单的几点会到，确保食物都是新鲜的。 嗯，那么就是要靠系统去跑这整个路程了。是、嗯，这个路线在马来西亚应该还是蛮有潜力的啊。对、嗯，因为如果还是回到了像 Grab 啊，或者是 Foodpanda，、嗯、相对。 对一般和統这些订餐，对订餐服务的话，它可能已经蛮饱和了。嗯、包括像 A Asia 也在做这一方面的服务。<是>那像台湾，我记得就有很多的他们所谓的，就是在你的居住环境以外的啊外线式的美食、哦、啊，他们都可以透过团购的方式去购买到。<對>那但在马来西亚，这个可还比较少人在做。对，有的，不过比较传统。OK，、啊、今天你帮我去上去。 你有经过帮我打包回来，嗯、这个就是传统。嗯 okay、那么我们要用技术去覆盖这一个行业呢，我们就一定要用 Mobile App 去控制了。嗯，但食物这个东西，它可能是不是还在这个运送的成本上面，还有运送方式上面也特别讲究啊，嗯、包括了像是这个冷藏的运输，嗯，这个部分它会,它会区分呐、啊。比如说你这个食物是属于热的、嗯、，OK，热的，那么它就会有自己的一些 box 啊，这些 equipment 去保温。嗯、当然。 来到了巨龙波，来到你的位置，它已经不是非常了，可是它处于新鲜，你只要加了就行了。OK，嗯，啊、了解，就是我们在我们的 Jack Store 里面会具有其中的一个 function。OK，嗯、啊，像冷冻食品也在你们服务的范围之内吗？对，冷冻食品就比较简单，有 <Okay. S 1> 团购，你就自然得到一个很好的价格，那么就会有它自己的 Courier Service。 寄到你家，嗯，是我想这个部分比较大的挑战是热食啦，嗯，你要从冰城买阿三拉奶或者虾面，对，你就很难确保它一定还是热的，好都有可能，嗯，一切都有可能。就是我们最喜欢尝试，因为 creative innovative，我们都一直在勇于尝试这个东西，嗯嗯嗯，OK，了解。好 s 在你现在的公司的团队大概是多少人？有多大？我们公司现在加上来有大概一百三十。 嗯，一百三十一百三十人啊！国际间现在在闹一个所谓的离职潮啊，是人才分崩离析啊，对对，大家都想要做自己的跳槽啦，对，自己当老板，对。那你们公司有遇到这样子的问题吗？如果有的话，你怎么样子去面对或解决？或者讲，如果我说没有，你相信吗？不相信，每个都会有，每个是。反正我们说，一个公司要怎样稳定留住所有的员工呢？ 公司企业文化，嗯,嗯企业文化非常重要。首先，第一个，他可以在这家公司，我的公司，找到他要他有的兴趣，他有的兴趣，嗯、兴趣是因为我们一直在顶尖的一些 m o b IT l e i 里面一直在奔跑着，嗯嗯。嗯那么，在第二呢，我们公司也让所有的员工都很清楚知道，我们目标就是上市，嗯。今天参与的员工，你是处于在拼搏 fighting 的时候，是，是你跟随着公司。 公司也会跟着你的服务给予一些我们所说的股份，嗯啊，嗯当然这一个东西呢，就是我们让所有员工上下一心，嗯。不过还是那一句，每个公司都会有面临这个问题，嗯、包括我们。嗯、那么在这一方面呢，我们控制的还相当不错，OK，还相当不错。Okay, 是，我们让员工都是在非常舒适，嗯，和挑战的舒适加挑战呐，嗯，如果舒适不挑战就没有办法了，嗯，挑战情况下一起去去寻找更加多、更加好的一些前景，嗯这是我们的了解了解。公司的股份还有这个薪资的部分呢，它可能是留住员工的一种诚意，是，但是其实更能够留住员工的是公司的环境，对，环境环境和文化，是我们让他参与。 让他参与这整个上市的过程，嗯,嗯啊，因为今天在跟你说，你可以回到在阿里巴巴的公司上市之前，每个人都想，嗯嗯，嗯可是每个人是不是能够坚持？当机会来到的时候，啊、这个是很重要的，嗯、努力跟坚持都是一致的，嗯哼，所以我们就让我们的员工很清楚、明白，知道我们现在是做着什么，OK、嗯、啊，就是确实，尤其是当员工一起走过那一段，比如讲上市。嗯 好像就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情感，跟这家公司那个凝聚力也会有一定的提升啦。我相信是。嗯，好，非常谢谢 Sam 今天来到开门见商，聊到了关于这个 z CT 的整个的运作。是，当然后面我们也追加了一些本来没有在提里面的问题，比如说离职潮是是，但 Sam 非常的淡定，还是就是很有信心地回答了我们啊。是。 好，谢谢 Sam。嗯，那 okay, 谢谢希望有机会再请你回到我们的节目，跟我们分享更多。OK，好，谢谢，<对>谢谢 Sam，谢谢。开门见商是财经制作的节目，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、财经动漫以及各大的 Podcast 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。这个节目周日到周五每天准时更新。对节目有任何的意见，都可以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业。开门见商，我们下次见。